大家好，我是袁宇发，来自中国四川成都市，以前是一名普普通通的那个三 M 参与者。我是8月24号加入三 M 互助社区平台。以前呢，在那个社区平台里，感觉非常还可以，非常可以的。包括我的下面肥多肥少都收到了一定的收入。到现在呀，经过第8期经理人培训，在 QT 语音学习，学了不少的知识，从马虎逻辑先生，那个前世今生。那个里面那些电影那些，以及各方面的知识嘛，更加认可三 M，这个是发展是一定不可改变的那个事实嘛。到我相信，即使倒是系统现在系统出现了点儿小小的挫折，但是我们坚信呢，马虎逻辑先生。以重启的方式，也是为了拯救我们中国市场。所以，只要我们跟着那个马虎逻辑先生的理念，诚信为本，大力发展所有的亲戚朋友嘛，相信只要那个只要平台是稳定的，以前我也跟我们下面的人说，包括以后。只要我们怀着那个感恩的心，相信我们的明天，会是更好的。所以，相信那个三妹儿的明天也是更加的辉煌。今天呢，我也没其他有啥子，想到也不是很全面，也很激动，走到学习了那么久。以后啊，我想大力发展我们的下面，帮助我们的那个下面的团队，认认真真的把那个三门儿三那个三 M 那个互助社区，落实下去，大力发展。只要我们诚实互助、诚信，相信那个平台还是很好的。让我们所有的老百姓都得到那个很好的帮助。相信那个三妹儿的明天是更好，希望发展的更好，在马虎逻辑先生的带领下。